我先来，再要退小姐。别讲迄菜好话，我食无啥会过。你食袂落，是毋是人无爽快啊？无啦，其实我都来进前食过一寡物件，我已经足饱。你明明知影咱要来食饭，你是安怎要先食物件？你根本就无做中。 后壁甲你食饭的代志，看今日来是为了看到你过了好无啊？啊，有食无食，哪有差啦？自你离开到今嘛，你甲我讲几句话，拢是我问一句，你应一句，这就是你对我的关心。关心一个人，无需要用嘴讲出来。 这个好亲像，有人表面上咧关心你，其实迄根本都毋是真心的。亲像啥？就亲像伊边总经理啊。伊刚刚陪阿姑去开会，结束了后，伊走来甲我讲话呢。伊问我讲哦，国顺，啊你拄转来台湾，啊有适应无？过了有好无？其实我现在真清楚，伊只是想要为我遮探听上天的消息。 你想想下啊，你阿健毋是即种人，伊若是要对付上帝，伊无可能利用你遮个时势。伊若是倒来一片上班，你就会知影咧阿健的做人啊。有可能，有过阿舅对我遮尔好，我无可能走去伊对手公司上班。一片是你阿舅的对手，毋是你的对手，而且一片。 是你家的事业，你本来就应该倒来斗相共。妈，我说你，我无说你，你是不是要记你啊？我哪有可能袂记？啊，不过你是我的后生，你就是你家的一份子。你总有一天，嘛是要倒来一片的。忘唔掉，我总有一天会倒去一片上班。等到我代替有过阿姑，把钱全摕倒转来，迄天我就会倒去啊。 你开嘴下嘴，拢是你阿舅，根本你毋知影伊伫咧利用你，对付你阿健。而且，无人逼死恁爸爸，是家己想袂开的。你当初毋是安尼讲的，你当初甲我讲，你家是害死爸的凶手，我从来毋捌家己一句话放袂记。国山。 过遮尔侪年，妈妈受痛啊！你受痛啊？是啥物原因让你受痛啊？是毋是因为阿金让你做经销商？你就放袂记你讲当初时爸是安怎去用笔甲走头路落的？我当然无放袂记，国顺。 妈妈希望你会当为你家己的前途拍算。上帝是你阿舅的公司，伊以后嘛是要给伊家己的后生。你替伊拍电话，你一点仔好处拢无。同款，阿金嘛会甲一切拢交我转钱。所以不管我往年的拍电，对伊来讲，我拢是一个活人。爸交我同款，对于你家来讲，我拢只是活人。因为我娘重男轻女，妈。 你应该真清楚啊！连你这个李家的祖囝，伫李家拢无啥物地位啊！我哪有可能伫遐有啥物发展发展哈？就算是安尼，迄是上帝甲伊片的恩怨，你无需要安尼得失你阿金。我伫咧一片做经销商，你莫互妈妈为难好无？听你讲。 我无想要和你为难，啊，不过当年就甲咱阿舅替爸讲的尔，伊伫我无助的时阵，带我离开这个是非的所在，照顾我，栽培我，今仔我倒来报答伊，我敢有做唔对？可是，你敢若想要报答你阿舅，你敢有想过要报答我？当初。
当初是你要跟在你阿公身躯边，不是妈妈不爱照顾你。我真感谢你阿公，带你出国读书。啊，不过伊阿弟就是有私心的，伊是爱你去陪伴伊的后生，伊不是真正想要栽培你。是我安怎？至少阿舅愿意安尼做啊，阿金咪敢做会到？你别把你阿金当作是歹人。这几年你伫咧国外学费，啊，搁有生活费，拢是妈妈伫咧一片赚的。你阿金无亏待咱母阿囝。那是因为伊感觉对你有亏欠，所以才用这种方式来弥补你。他真正是安尼。你就要利用你阿金对你的亏欠，你还回来一片好好发展你的事业。妈，爸当年是受到偌侪委屈，偌侪冤枉离开这个世界上的，所以不管阿金给我偌侪钱，偌侪好处，都无法度弥补我。你要怎看伊迄个人是你的主人，同款，我要怎看伊，也是我的主人。看你过来好就好啊，你偷偷吃，我来买单。国胜，